爱的天使，先分为着要救人，倒做说，上帝甲咱讲，讲救人一命，会当信过七日的孤独。咱来想，这一个故事救人。
原谅伊，会去包容伊，甚至会去安那，会去含糊伊。但是，迄毋是我所爱的人，即个人毋是我的人，吼，毋是我所爱的人，无共款啊。咱的心会生出了分别甲分开。原来呢，就是看我一位同事，伊有一个小宝宝，有一个囡仔，因囝的四岁多。四岁外的囡仔，当活泼的时阵，那伊这个囡仔真好水，吼、哦，就是安尼好水嘞，就是啊，身伊真好饲饲安尼胖胖啊，伊囡仔嘛安胖胖啊，身骨出侪肉的，我感觉这囡仔好水的。那伊到这个囡仔伊是胖胖啊，所以厝里呢，大家拢叫伊小胖。小胖四岁外，等来学啊，等来学讲话。哦，啊，学大人的动作，而且呢，这个囡仔好真活泼，每一次来看到电视啦，吼、哦，啊是讲听到音乐啦，伊电视内底头歌唱得跳舞，啊是讲听到音乐的时阵呢，伊就会随着这个音乐摇屁股，就开始伫遐跳舞啊。那这个囡仔伫跳舞的时阵呢，因为伊的动作实在是太可爱啊，所以呢，就引起厝里的人感觉讲。哦，伊足古锥个，咱兜个小胖足可爱个，会引起大家安怎？会，即个小胖佫好处理真济个烦恼。当然就是咱小白小妹讲个，讲一个囡仔较分三个方向。那即个小胖呢，伊大概呐听到囡仔个时阵呢，伊会家己弯曲很个，开始伫个跳舞，伫个摇屁股。那即个小胖原本伫个跳舞个时阵呢，伊是伫头开跳，吼、哦，伊会伫搭个头开跳。但是呢，当伊跳啊唱起劲的时阵呢，伊会变成碰伊的话，碰伊的跳，安尼乌白跳乌白跳。当小孩变碰伊的跳的时阵呢，伊讲因当爹啊，就来拍拍手，吼、哦，甲细孙仔讲，哦，高嘞高嘞，有嘞有嘞，跳嘞跳嘞。那因到小胖呢，愈跳愈欢喜，愈跳愈起劲的，伊碰伊啊大细的站，大细的跳。但是呢，因到个人讲不到平安话，都袂惊讲碰伊。安尼跳十排舞，同样，隔壁呢有一个囡仔，这个囡仔呢，含因家的小胖的年纪，拄啊无同年纪，拢四岁外。那隔壁这个囡仔呢，含因家的小胖无同款的所在，就是隔壁这个囡仔，三舅三舅啊，吼、哦，体格完全就是两个弟弟到其他差足侪。那隔壁这个囡仔呢，三三的囡仔呢，大家知啊。那天中起来的时阵，伊就甲阿妈讲：“我来找小胖，我来小胖面兜。”所以讲，伊每一工，而且囡仔这瘦瘦的囡仔呢，大家拢会来找小胖佚佗。那伫个佚佗的过程当中呢，伊会学小胖，吼、哦，讲话，学小胖吃玩具，学小胖面婆的行为甲动作。讲这个小胖呢？伊个又搁跳到音乐的时阵开始跳舞啊，是，即个囡仔很欢喜，家己弯曲腾嘞，对小胖吼、哦、开始跳舞。那伊同款嘞，原本是伫涂骹伫跳，伫涂骹跳，但是当跳小胖伫跳啊到梦幻的境界的时阵，跳啊上欢喜的时阵，伊拢安那吼，伊拢会家己拢啊变成碰壁伫个跳，不自由的吼，伊会安那，伊就变成哩。碰伊跌跳，那小胖被去碰伊跳的时阵呢，这个囡仔，伊看小胖被去啊，伊也是同款，学小胖被去碰伊跳。那当伊两个跳到足大声的时阵，哦，跳到碰伊安尼想袂出差的时阵呢，伊大家啊听到啦，伊就会走出来。那当伊大家走出来的时阵呢，伊拢会赶紧的，哦，而且迄面会变变。结交一个瘦瘦的囡仔，紧抱落来。那抱落来的时阵呢，伊大家也会甲这个瘦瘦的囡仔讲：“哦，你哪只囡仔够乖啦！若再若来到佚佗的时
搭公车的时阵呢，拢奇怪，咱人是安怎会有遮尔那大的区别的？同款的，到这件事又反过来，在咱修道的过程当中，有可能，吼、哦，咱对咱身边的人，咱特别慈悲爱护，但是不是我所爱的人，或者是不是我厝边的人，咱不同款啊。咱对这个人的看法就无同款，那是咱人为什么会烦恼呢？为什么会有遐尼啊多啊奇奇怪怪的代志一直一直发生？因为咱人会执着，咱人会家己人事物，拢以我有一个我字，拢有一个我，那以我的私心为核心。当然，你若有我。有这个我的存在呢，就会带来烦恼，吼、哦，带来不便。咱有钱人，吼、哦，咱的有钱人是怎样思维吼？伊讲咱咱修道的人，要修啥物？当然就是修心。那修心就是讲咱修道，就是要把咱度量分量化，各位前些，咱家己，吼、哦，咱家己放宽自己。在咱还袂求道之前，甲咱今仔日求道以后，再有两天安尼咱坐道理啊。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咱所吸收的、所听的，当然可能有个人，吼、哦，二十章、三十章，下即个安那，吼、哦，即、這个修道的过程进行一下啊，咱来开始，咱的道友有交情通话无？如果讲咱有得到道，咱在修道过程当中，咱含以前无修道迄阵，心量大宽，拢安尼啊个。那安尼咱就是一个真正的修道人啊，修道者吼。咱就爱改变咱的心量。咱来看明大圣贤贤佛，吼、哦，观世菩萨伊有啥对苦？咱含是观世菩萨的听，吼、哦，咱含是耶稣啊。伊为什么伊听到众生的声，听到众生的苦，在那上伊心，在那上伊心，苦难发的。这就是安那，这就是由伊发愿伊大慈的心，哦，大慈悲的心，所以人才能成佛啦。来，再来讲不提下分，莫要听外传。哦，不提下文。当然，在咱人生的过程当中，在咱修道的过程当中，咱有太侪太侪，咱无了解，咱唔捌的所在。那当咱无了解，咱唔捌的所在呢，咱会当先从咱先天上咱开始，安尼咱才当建立了修道的信心。静地修炼。西江如民，不苦叹。一世功名，一切都关何关怀。伊这段就是咱讲，甲咱都用菩萨的视角，吼、哦，用菩萨慈悲的目睭去看大师周围人。当咱像咱六祖慧能大师伊甲咱讲，伊讲人有人百之分，吼、哦，咱人有人。有的住在日本，有的住在美国，住在台湾，吼、哦，无同发展所在，这是咱客所在哦。那人有人发之分，咱的有心，可是无有人发的分别。吼、哦，咱大家同款，咱拢是红宝的命，咱拢是红宝的人，咱拢是殊胜殊宝的道。所以讲，人讲来讲，天扛落来呢，大家吼，拢、哦、是我伫家厝内的。时间停留，滴答滴答过，身体已经归零不管，往后看，时间不停过，吼、哦，时间不停留。一段就是甲咱讲，讲岁月会无情，哦，岁月是无情的，一
甲一块过，永远吼，所以我永远袂回头。就是讲，咱在座的每一天，包括咱同款有一个感受，咱拢曾经捌，咱拢曾经捌少年过，对无？咱拢曾经捌少年过，还是安怎？咱的头毛会渐渐白啊？就一阵仔的，互我回厝的时阵。我好的妈妈呢，伊就甲我讲，伊讲，哎，阿丽华，阿你着当阿囡仔尔，阿那头毛白啊？我甲妈妈讲，我那是囡仔，我已经大人，已经四十一岁啊，我那是囡仔。你拢无看到你孙仔拢比你祖兄较大汉啊？你搁讲我囡仔？那我妈妈甲我讲，四十一岁啊，妈妈的想法当中，妈妈感觉讲囡仔才十七八岁囡仔，啊那遐尔紧？你两年四十一岁啊！我甲妈妈讲，我人性命甲咱讲讲，时间已经不回头。吼、哦，当然咱来到这个世间，咱会随着岁月渐渐离来离去老去，所以讲岁月变人老，那安怎嘛？前夫你去甲咱讲，天公了万法，吼、哦，咱来就爱欢喜天公了万，欢喜亲体里面。归零不管，发高泰，想到是爱靠家己把握机会，把握机会。那么咱咧把握机会，当然就是咱爱把握当下。咱为虾米？吼、哦，咱有阵时咱若拄着呾一件好代志，会当互咱了完的时阵呢，咱拢家己讲，啊，不要紧啊，我明仔载较做啦。或者是讲我后日较做啦，我年底较做啦，我明年较做啦。请问咱问咱家己哦，请咱问咱家己，咱到底搁有偌济人才？是是。本来像郑美华师傅来讲，到底是无上堂领导，或者是明仔载堂领导？哦，是明仔载堂领导，还是无上堂领导？有当时啊，咱家己爱做东西。好，哦，爱去思考这个问题。人生呢，应该爱建立一个好的观念，就是爱去思考。咱做善事，咱嘛是爱搁再来把握机会呢。拄啊有迄个机会，你敢有通了解？咱爱看去了解。今仔日来去呢，来到这个世间，吼，咱已经来到这个坎坷啊，当然来到这个世间。不是只有吃，不是只有为着穿，为着住，为着教育子女来这个世间来。那是讲为着穿，为着吃，为着住，吃嘛吃什么命？那穿呢嘛是穿这穿过什么命？啊住嘞，住起来是穿几好。如果讲人生来到这个世间，那只是为着安尼，那是不带来，是不带去。咱一世人用咱的坚持，用咱的心力，到处去这个世界，吼，去这个所在。啊，咱若想讲，啊，你替代，有关的，得贵在意义，吼，贵在意义。咱爱怎要安怎发心，多听善书，多做好事，伊就做伊的心得，去做代志。了解，安尼就是呢，真正合宜利用上好的方法。咱家己就爱，而且咱家己会善变教福音，好钱呢，咱愈善数愈少落来，吼、哦。所以一个来到这世呢，会道变教福音，甲咱愈善呢，会恶业去无少，甲咱愈善会善业报出，甲咱愈善恶业去无少。把咱今世的事业做完成，不是今世讲一方言，安尼才是咱来到这个世间主要的目的。嘛，唯有安尼，吼，唯有如此，咱才会康康来到这个世间，又搁康康好得去，看到罪孽，伊会继续素心入道，伫个轮回这个世间，吼，何况呢？以前分享一件代志，这是真正发生的事，就是讲，伊一个村民，吼、哦，有一
各位同学，